实现加速赛车热熔胎的抓地力到底有多强？即使是赛车翘头行驶也不会起飞，你很难想象一秒加速到180，四秒不到就跑完300米赛道，尾速超400公里每小时，这样连超跑都难以企及的加速成绩在直线加速赛场上比比皆是。这一切的奥秘在于，热熔胎在高速旋转下与地面的摩擦会使其表面融化成凝胶状，这种特殊状态让它拥有惊人的抓地力。不仅如此，这种专业零次加速赛使用的是铺胶赛道，它和普通赛道的区别就是它的粘性非常的高，为的就是进一步强化参赛车辆的抓地力，确保车辆在起步瞬间稳如磐石。但是据说跑这样专业的零次直线胶地赛，赛车是不能开空调的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